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杨。今天上午刚刚交了一台雪佛兰克鲁泽，现在下午我又来到了奇瑞 4S 店给客户交一台瑞虎8，客户是洛阳的，一会儿就到，大概两点左右。现在我已经安排店里给他去洗车去了。好了，现在先去展厅等待一会儿，等待客户到吧。瑞虎5叉，艾瑞德5，艾瑞德5 Pro， 这就是今天提的瑞虎8。对，看一下外观前面哥。啊。你给他说这是男人去事儿也没人说是不是这才几天啊。17/12，让大家看看内饰。长江刺破云霞，放下一生牵挂，望着寒雨如牙，孤身纵马，生死无话，风卷残骑裂甲，血染16.0，嗯，这都是夜景面膜的，嗯，全景天窗。打开。可以。这是一台 1.6T 自动精英版的瑞虎8，裸车价10万多一点。奇瑞车的发动机还是特别牛逼的，啊，质保时间特别长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官网宣传的那个100万公里，啊，好多人说100万公里在强车4S店保养啥的，那它有这东西，说明它的发动机好。使劲。就在刚刚给客户提报分机的时候，又接了一个奇瑞的单子，艾瑞德5，然后客户现在已经上高速了，然后马上一会儿就到，今天两台一块儿提。开回来了哥，对，都接一个，看一下吧。让着哥，好。再叫一台艾瑞德5。看一下生产日期，可以吧？11月份，才一个月，近得很。验一下外观漆面。对，咱的车你可以随便看，如果说有任何问题，立马再给你换一台。啊，对，打开，打开引擎盖看一下。这个得溜溜。嗯。哎呀，都是开那都是稀嘎嘎的。发动机，它这新车发动机特别干净，根本就没有漆，那没办过坨坨啊。配置不错吧，哥？配置不错。配置不错哈。啊。没问题吧，哥？没问题，都随我办手续去。啊，好。